浑厚的嗓音配上功力深厚的吉他技巧，每个星期固定能看到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咖啡厅里向大家分享音乐。谢谢你们来几天，在朋友的餐厅，谢谢 J。 说着中文，来自俄罗斯的科维克不止喜欢西洋音乐。 眼前的这把古琴跴着科维克5年了，寻寻觅觅了好久，终于在台湾找到能教他的人。在俄罗斯，古琴的老师很难找到，很喜欢中国音乐、中国文化，所以我一听到古琴的声音，就爱上了。 从高中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今年25岁的科维克来到台湾学中文，也学传统文化，连朋友邀约的中国演艺也练得有模有样。就是爱喝中国茶，然后又喜欢弹古琴，然后刚好我也弹古琴，就是跟中国传统。 运动有关的，他都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打鼓也是其中的之一，所以就邀请他一起来参加。我看 Melody 和那个练习多一点，多练习一点，不管难不难，要练习。听不懂歌词不要紧，科维克熟记旋律，把握在浴佛大典前，抓紧练习，跟上大家的动作，在努力学习的同时，更看见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新闻：雷亚、李建宽、梁家明台北报道。好，除了年轻人的朝气活力，这次台北玉佛大典，佛教界128位法师也投入中国。